大家好，我是阿叔，现在来到宝山寺下面的一个小镇，怒江边的一个小镇叫芒宽镇。来这里准备买点菜吧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咱也得过年了。这个小镇逛了一下，感觉这个小镇可不小，像个小县城，可有热闹的很啊！今天是年三十，年前最后一个集市，感觉很热闹。哪边啊？是别的？应该是附近的村民都来最后举办一些年货吧。怒江边是没有冬天的。这个卖的是香果，这是热带特有的水果，很香，用来泡水喝还是很好的。这种乡下的集市，看看跟你们的乡下集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光是肯定不一样了，这里的物产跟你们家的物产肯定不一样啊，因为好多东西我都不认识。红糖，当成的十块一斤，原生态的红糖，这什么？哦，糖啊，看看，长得像葫芦的红糖。哇，这是红糖，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汽油。汽油怎么卖呢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35块一斤，拿了飞机吃。这个一斤35，这一个有多重？1斤多，1斤2、3吧。啊、哦，要不要？我看一下，土漆。这卤子啥子？土漆的油。那个啥子？那个叫卤子。吃什么病呀、啊？哎，奶油吃也要一斤。这油是可以吃的。鱿鱼。而且煮味道很好的，是怒江地区这些奇奇怪怪东西一种美食。
时间快快抢购，推推推推的我心动，降降降降到我心动，15元一斤，十五元你买了不输亏，15元。这是高黎贡山的脚下，高黎贡山的那边就是缅甸，这地方也是会有很多缅甸人来这边做生意、探亲访友。这个农贸集市呢，它跟内地的农贸集市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这里的人有外国人，也就是缅甸人，有各种民族、傣族、傈僳族，各种民族吧。这是南宽镇的菜市场，真的蛮大的。那个菜市场真像那种县城一样的菜市场规模。老鼠闻到就发光，吃到就发光，老鼠就死在旁边，老鼠死得快，老鼠死得多，老鼠死过当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
感谢你的观看，欢迎订阅，欢迎评论，欢迎你跟阿叔的镜头上世界，下次再见。Thank you.